今天大年初一吃完個早餐去買少少嘢，回去就要孝敬爸爸阿媽了。今天突然間好像亂了很多。今年23年的年初一呢，是在1月22日，不知道錄不錄到呢，就 Van 仔很大聲。1月22日，今天星期幾日？星期日嚟嘅，今朝好咗起身，去接个财神、接个贵神之后咧，就嚟食个早餐，跟住一阵就要再翻去咧孝敬爸爸同阿妈啦。琴日计划定噶啦，早啲出嚟，想又系我最中意嘅一个早餐开始。咁啊，希望今年所有嘢事事顺利。就是這樣，恭祝大家新年快樂，身體健康，最重要身體健康，我們就什麼都有得玩的了。